的大营房，自己就像是一块一块非常坚定的砖头，镇守在这边境线上，环境非常艰苦，但是你们却从来没有后悔把自己的青春和岁月奉献给这儿，也从来没有想过离开。我真的由衷的敬佩你们。祝愿你的明天辉煌到永久，满洲老兵。
经过七个小时的努力，塔城边防支队官兵解救受困车辆200多辆，救助被困群众500多人。25号晚上，接到报警的当地边防官兵与公安干警组成救援队，连夜赶往山里营救。接到求助信息后，塔城边防支队的官兵第一时间赶往现场，冒着零下28度的低温，帮助被困群众铲除积雪。这个火灾发生以后呢，当地的武警官兵和当地的乡镇的这个干部和民兵呢，是有上百人来到了这个现场，来帮助这些受火灾影响的农户。当地人武部、公安和武警边防大队官兵立即成立联合搜救小组。新疆塔城边防支队迅速联合当地驻军205边防连，成立灭火指挥部。武警新疆塔城边防支队的官兵立即启动了应急预案，近百名官兵组成了临时保障小方队，第一时间清理被困车辆积雪，疏导当地的交通。You.